大家好，我是兰兰。上次你们囤的菊粉还有吗？如果刚好喝完的话，那你们就可以再续上了。因为刚好年前呢，最后一波菊粉在搞活动，那你可以囤一些呀，过年走亲访友啊，当礼物送给朋友、父母或者给自己喝都是非常不错的。而且呢，这回呢，他送礼品袋，跟过年呢还是很应景的，是吧？那接下来呢，我再给那些还不太了解的新粉朋友们介绍一下菊粉。菊粉呢，它一勺呢是5克，哎，它每个盒里都有单独配的这个5克的小勺。那我们每天喝的量呢，不要超过3勺，也就是说15克。冲的时候呢，是用45度的温水搅拌均匀，直接冲服就可以了。如果您3天5天都不接大便，而且一说话有口气，那要准备这款菊粉了。除了家中3岁以下的儿童不能喝，其他的成年人、孩子啊，3岁以上的都可以喝。而且这次呢，这个菊粉呢，它搞活动呢是3桶119.9块，以前呢1桶就67块钱。现在3桶它的价格呢，相当于1桶不到40块钱。以前在搞活动的时候，2桶也需要97块钱。所以这次呢，活动就是从18号到28号，活动就结束了。而且它1桶菊粉呢是300克，如果我们一天喝3勺的话呢，28天就可以喝完了。这3桶呢，也就一个人哈喝一个3个月。而这1桶菊粉，它保质期呢是2年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，会什么过期啊这个问题。行，那这期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。如果有需要的，或者还有不太明白呢，可以评论区留言。啊，最主要的就是哈，这回3桶119.9块，而且呢还送礼品袋，还有呢这个五福临门新年快乐的红包。